在教学里面，这样子的东西对于孩子来说是更贴近生活的。办法去把人吸引到美术馆，而是把美术馆就丢到每一个城市的角落，散布在里面。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。那像粉丝厅，很多人拿着这个地图，到处去找那座盖这个戳印啊等等，那好像在城市的寻宝一样。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成功，让人因为好玩，然后去接触艺术。每一年大家对台北市的暑假也有所期待。